你等。 是啊，我不少买这个，知道吗？现在。你们的话说。哦。Isso aí tem que chegar. 然后弄了拿了。我当天我把你收拾。像有只好的，叫好曲王鱼啊。我现在看到我买一个这个盒子，我就不吃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从网上买的那个啊，买回来以后，当时买的也，他买回来以后不洗了，那个裤子少了，吃不懂。吃了以后，你这样吃啊？都吃完了已经。哎，他是不是？肥的，鸭子吧，冻着吗？嗯，天鹅。天鹅，怎么吃？鸭子，鸭子。鸭子不甜的。那个鸭子，哦。哎，别喝了，好了，我好了。倒点就行了。哎。哎，我怎么看不到他？ 往前走，能往前走。你给大家上条路呀，好了呀，够了呀。来干嘛呀？老爸，我爸质疑这个结果，他在哪里？他觉得不可能走。好了，你。好了，够了呀。一个人住。就写你。快走！我在湖那个弄大米。我妈5点钟接我，我们到营口路，就是那个婚纱店，我们不跟你了。那边正好是7点。一个手干净，那个我们洗过了。We got it.